好，接下来是四题，我们看这个题目呢，啊，它这个小一，那这两个又不一样，好，那这种题型要特别注意哦，好，那当然第一步，当然我们申数要大一点，二 x 加一大 一点，当然 x 就大于负了二分之一，这没问题。第二个，这个要大一点，那我们发现这不能分解，因为它的判别式并没有写 c 小于零，那如果判别式小于零，你导系数大于零，那它就会恒正，恒正那就最好了。 哦，这就不用限制了。好，所以这第二个不用限制。第三个，这个底部一样，你们要把它画成一样。那一个0.2，一个0.04，怎么画一样呢？好，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这个前面可以乘上二分之二，那二分之二跟没什么是一样吗？但是你这个二可以放到这边来，这个二可以放到这边来，那这里就是0.04的。 是不是底就画成一样？好了，底画成一样之后呢？好，这个本身还是先照抄。那接下来把底去掉，底小于去掉的时候要注意要变号，所以大于要变小。好，这0.04是小于的。好，那所以你再把它移项，然后这个可以分解，可以得到 2x 减3 x 加2。 那小于零的话，现在两个之间，负二到二分之三之间，那你再跟第一个联立，求重复的部分，所以你最后的答案就是负的二分之一到二分之三之间，看看有没有底。